中天娱乐频道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欧总的嘉诚，我是欧总的哲彦。过年的时候啊，我们很常会回去乡下的时候，会遇到一些很可怕的长辈。我可不可以先来个情境剧，请一个人扮长辈，一个人扮晚辈，教大家怎么化解呢？好，那我先当长辈好了。好啊，叔叔好，新年快乐。最近书读的怎么样啊？还算有读。什么叫有算有读？就是偶尔会翘课一下，可是。翘课哦，对。好了好了，啊，你今天衣服很好看吗？对，其实就是最近没有赚很多，但就是有穿一些裤子。啊，叔叔喜欢这件，你可不可以送我？我可以送你这个包包，因为这是这一季的主打。好了，谢谢你啊，我就不刁难你了。叔叔你也太好打发了吧，叔叔要问他一下身高啊，好，期末考虑盒嘛，好。最近是变胖了，小陈？有吗？我觉得有啊。情境剧。对啊，对不起。不要快放戏啦！那你现在身高多少？你有没有长高？我在外面跟人家讲说180，但其实我真实的身高177。那你干嘛这样子谎报？因为妈妈说这样子比较好看。好啦，我不下去，他太乖了，我好喜欢哦。我要给他红包，来多买一点礼物给我，多买一点礼物给我。好，谢谢。新年快乐！你哲彦啊？对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最近过得很好啊，叔叔你。有没有在读书啊？我有在读书。叔叔你这样子，我有点紧张。那你现在看起来过得不错哦。就是最近吃的也蛮多的，这很健康。那叔叔你呢？这不是胖，因为过得幸福，然后家人也给我吃好吃的东西，所以我只是过得很好而已，没有变胖。好，很难呢。还是我来当那个刁难你们长辈。好。好，哎呦，现在念哪里啊？我看你们两个有没有好好念书啊？现在念欧总技术学院，没错，都好好读书，都有好好读书吧？有，我们有。期末考考怎么样啊？排名如何啊？不敢说太好，但是中上，还在，因为我们要给自己努力的空间。哎，你知道我儿子很厉害吧？他考第一耶！哎呦，你有没有我儿子那么棒啊？哈！哇，那我们。我们曾经在 KKBOX 拿过第一即时榜，好像很厉害哦。那你最近怎么样？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变胖了？我觉得你长得好像更瘦更帅呢。其实我最近真的有点变胖，要减回来，差不多就好啊。没有啦，没有，开玩笑。没有，我会跟他们说，就是谢谢所有长辈们，然后红包拿来吧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